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在想，这个主人怎么这么坏？哼，我要下去，我要去主人的脚下撒娇。但是这里好像有点高，我不敢下去，只得眼巴巴地望着主人，看着地面，希望主人能把我抱下去。主人，你可以抱我下去吗？我想下去玩球球。求求你啦，主人！看我这么酷的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的，这么乖，你可不可以抱我下去？说明还看得懂吧。